所谓的怀才不遇需要时间，但是一定会给你一个结果。我相信这样的人就是今天坐在亮哥对面的那个胡子哥，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啊，总究有一天会因为他的努力让他吃上饭，让他过上好日子。你知道，哎，我就跟你们说一件事吧。你知道我最近最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吗？我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我带大家去了蘑菇这件事。我们也非常我好骄傲，就是因为我大家真的这么多年帮了我很多，我就突然间我说，哎呀，我终于做了个事儿，我就好开心。